凌晨的地铁千万别进，一不小心就成了食人族的晚餐。今天悟空要为大家带来恐怖片《午夜食人列车》。男主杰克是一个穷三代的摄影师，一直得不到认可。好不容易在漂亮女友玛雅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艺术买手，却被说照片不够好。于是他决定在深夜拍点刺激性的画面。恰好看见几个小混混在欺负一个日本妹子，便跟了上去，顺利地阻止了一起恶性案件。想想都正义感爆棚啊！ 没想到下一秒，妹子就被一个拿着迷你雷神锤的壮汉给爆头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杰克看到妹子失踪的消息之后，来到警局报案，说出了壮汉的可疑。警察却表现得漫不经心。难道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犯罪，背后还有强大的关系组织吗？杰克无从得知。而列车里的暴行依旧在继续，小锤锤威力无穷啊，所到之处血浆遍地。好奇的杰克尝试跟踪偷拍壮汉。 发现他在一家肉制品厂工作，每天早早的下班，却一直在地铁站等待，直到凌晨才踏上最后一班末班车。他本来想跟着上去，却被车站的管理人员给拦住了，认为他行踪可疑。而此时的列车里，壮汉这次发挥的不太好，也可能是黑人小哥的头太硬，一锤子下去居然没有解决掉，让他有机会拿起刀子来反击，把壮汉打倒在地。 这时，列车长听到动静，跑了过来，居然拿枪直接杀死了黑人小哥，还说：“伙计，你真的老了，这样的都解决不了。”好家伙，居然都是一伙的，这简直就是吃人的列车呀！另一边，杰克继续调查，发现伦敦史上出现过很多起失踪案件，都跟地铁有关，最后却草草了事，没有任何的调查结果。他不能坐视不管，也觉得如果拍摄到一些照片，能够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偷偷的潜入了壮汉工作的地点，伪装成工人偷拍。 壮汉的第六感超级灵敏，很快就发现了他，并展开了追捕。好不容易才逃脱，可是杰克作为男主，怎么能够停止作死呢？为了调查清楚原因，跟着壮汉一起踏上了末班的地铁。他发现车刚到达深邃的通道，他就拿出锤子开始行凶，砸死一个人之后，脱掉他随身的衣物，并拔掉牙齿和指甲，剃掉了所有的毛发，割开血管，倒挂在车厢中间，直到血液流尽。杰克看的是目瞪口呆，立马想要逃跑。 可是地铁一直都没有停下来，他很快被壮汉抓住，一头砸在玻璃上，晕了过去。等到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被倒挂在了车厢里，身边还有莫名的怪物。结果他只是丢了摄像机，身上被画上了奇怪的符号，竟然一点伤都没有。女友玛雅想要报警，杰克却阻止了。他知道，就算告诉了别人，也只会被当成疯子。玛雅又想要帮助他找回摄像机，便偷偷和朋友一起溜进了壮汉的家，发现了很多的列车时刻表。 说明这场杀戮持续了很多年，却没有任何警力深入调查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没想到这时，壮汉却回来了，把小锤子对准了玛雅的朋友。他赶忙来到警局报警，警察却告诉他，他朋友在地铁上，他只能带着枪踏上了末班的地铁。此时，杰克终于鼓起勇气要去灭掉这个午夜屠夫，带上了满满一身的装备，等待在了地铁的必经地点。猛然发现，玛雅也在车上，且马上就要被杀。 为了解救女友，杰克和壮汉来了一场满是血腥的对决。因为画面实在是太美，过不了审核，咱们就直接跳过吧。最后，壮汉被推下了地铁，杰克和玛雅相拥而泣。刚想要大团圆、美满结尾，这灯却突然间灭了。一群怪物冲了上来，把列车当做了餐车。杰克带着女友下车，发现了一地的白骨，也再次遇到了壮汉，拼死一搏，终于用一种古代战场行刑的方式手刃了壮汉。 这时，列车长出现了，杀了女友，并狠狠地给了他一碗毒鸡汤。原来，除了人类之外，在地球上还有一个恐怖的生物群体。为了保持这两个世界的分离，互不干扰，驾驶午夜列车的司机将列车的最后一站改道。与此同时，壮汉将列车上的乘客屠杀，像猪肉般吊在列车上，供食人族食用。用餐结束，他们离去，列车启动，新的一天开始。 除了失踪个别人之外，人类社会不会有任何的变化。而且这份工作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了。哎，这么一听，壮汉的职业一下子就伟大起来了呢。而杰克被怪物啃食，结果却幸运地活了下来，说明他是命中注定的接班人。毕竟壮汉已经活了一百五十多岁了，没力气再继续这份工作了。此时爱人已死，他没有了眷恋和不舍，很快就被列车长洗脑，默默无闻地担负起落在他肩上的重任。 每天西装革履的，带着小锤子，坐上末班车，成了下一任屠夫，而故事也到此结束。这是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，绝对的荡气回肠，大跌眼球，肝脑涂地，血腥程度没得说。温馨提醒小伙伴们，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观看哦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讲完了，喜欢就点赞订阅一下吧。